请讲。感恩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，感恩卢军宏台长，感恩未来菩萨们，晚上好。蛮会讲的嘛。弟子自己业障自己背。弟子是1984年的属鼠的，属老鼠。之前被追动手术了，是12年前。脊柱，脊柱啊！啊，对对。嗯。一个老伯伯在你身上啊。哦。不知道你爷爷小时候领过你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有一个男的老伯伯，非常清楚，在你后面。哦。嗯，你现在要记住啊，你脊柱整个是弯的。而且到了后面啊，啊，到了后面有突出，对你的腰非常不好。对对对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讲下去啊。之前弟子有念小房子，有开始念了，是想有念几张了？大概100张。太少了。你第一波至少400张，好吧？好好，你念的效果还是蛮好的。哦，谢谢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气量太小，太敏感，对对对，什么都气量太小，话也听不进，就是人家说一句话，你会记气上半天。好好，要好好的改毛病了。好的好的，明白吗？好。好像你实际年龄没有你现在看上去大吗？啊，两个灵性，还有一个灵性在你头上。哦。所以你的脑子经常会头痛，而且会失眠。是是是。嗯。赶快把它念掉。好。好吗？好，好的。你的肚子这里啊，小便也非常不好。对对对。嗯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放生啊。对，放生。15000条。15000条。慢慢放好了。好好的。好吧，气量大一点啊。好好，一定会。你要学学菩萨、弥勒佛，对不对啊？容天容地啊。你想想看，你气量这么小，你怎么活啊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气量小的人活都活不长的，气都被气死了。所以一个人不能生气啊。我们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就是气太多，真的气不过来的。小弟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。嗯。然后功课怎么做啊？功课就大悲咒21遍，心经21遍，礼佛念3遍。好。然后。七佛灭罪真言要念108遍一天。好好，连续先念3个月。好 好, 好吗？好好，还有念往生咒。往生咒好吗？嗯。哎，小弟你自己要记住了啊，感情上不能再出差错。感情，我指的感情你听得懂吗？是网上少看感情的东西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懂。还要我讲啊？好好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了。家里有没有灵性啊？家里没有。没有。好好的，没有，谢谢。你的血液浓度特别厚，你要吃全素。已经吃全素了。而且多喝水。好。否则你的左半边啊会小中风的。听得懂吗？好，你的左半边会不会动的？好的，好的。其他还是问题啊？没有了，谢谢。好好努力，好好念经。谢谢台长。好了，下一个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然后鲁台长师父，请师父慈悲啊，帮我看看我的孩子，
他是属鸡的，2005年，自闭。哎，很厉害哦。其实我讲话都不好、啊。对对。嗯。他有一个耳朵也不好。对，他是一个发炎的。嗯。他身上有一个灵性啊，老盯住他，一个灵性啊，跟他讲话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啊，你要给他念小房子呢。请师父开示。他生出来就有问题，你要当心哦。对啊，他出事的时候应该有12个小时还不出事啊。啊。他身上有个蝶影，他是不是双胞胎啊？哦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啊，他不是双胞胎的。是双胞胎啊？不是，不是。不是是吧？不是啊。他身上有个蝶影哎。啊。那是个灵性啊。看到了。嗯，是一个老伯伯，瘦瘦的脸。小时候有谁领过他吗？没有啊。年纪大的有吗？想一想，就只有他的祖母啊。祖母是吧？啊。是不是脸圆圆的？哦，不是，不是。眼睛不大，是不是啊？祖母的眼睛不大，是吧？啊，祖母的眼睛哎，是不是鼻子蛮大的？啊，是是，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嗯，祖母在他身上，因为我有时候看，你们看年纪大的人脸，看不出男的女的的，很多老人家，明白了吗？你要好好给他念小房子啊，师父慈悲，要念多少叫小房子的？像他这个，至少先要给他念到840章，好吗？可以，会念。啊，会当中会慢慢的好起来的。放生先要给他放1300条，可以会做吗？我会做。师傅，请问功课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嗯，大悲咒，好吧，大悲咒49遍，心经21遍。礼佛念5遍，然后念往生咒要49遍，都在念了。啊，消灾吉祥神咒要念49遍，好吗？好好好，可以。嗯，他我看一下啊，你再说一下他属什么？几年呢？属鸡，2005年。还是有希望的，哥哥，明白吗？还是有希望，他讲话不行啊，而且他的眼睛也有问题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嗯，都不专心了、啊嗯。你要好好的帮他消业，明白了吗？你们家里最好不要有任何杀业。如果你要是还开饭馆呢、啊，还去杀生啊，什么东西，这孩子会出大事的。都不做了，你啊，不要做了，过去错过是吧？以前就买过股票。股票啊，是养鸡的。养鸡的马上卖了。哎，养鸡的一样卖，他赚他的钱，你就是等于在杀生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卖掉啊。嗯，卖掉了，卖掉了。嗯，好了，好很多了，给他加持过一下了。哎，感恩师父。好吧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嗯、你叫他，叫他那，来合掌，来看看爷爷，啊，合掌，停，来合掌，
来，合掌来拜，来，啊，让他自己来，来拜，来拜，哎，拜，拜，大拜，再拜一下，来，啊，拜，好，感恩师父，看见了吗？也救了嘛。如果当时像现在在台上，如果师父能够这么一加持，能够马上有现场感应，那么他一定有救。如果有的时候现场感应都没有，就是这个灵性不会放过他，根本不给他，听得懂吗？你好好修心了，你不要再搞乱七八糟的事情了，你这个人嘛，小脑筋太多，听得懂吗？改过改过。他妈妈在不啦？不在不在。他妈妈不在这里啊？嗯，不在。我讲两句啦。好，弟子，你好好听，你自己好好听话啦，感情上不要乱来啊。有什么好事情啊？没乱来啊，没女朋友。哎，没女朋友，骗我啊？过去没有啊？哦，以前有。嗯，还少啊？还有我讲啊？你以为你现在没有了，你就是过去就没做过坏事啊？因为你去年如果抢过银行，人家没发现你，你就没抢过啊？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好念经啊，有救的。像他这个大概三年，三年之后会恢复到70%。感恩师父。好啦。嗯，感恩师父。好吧。哦，给个法师。感恩师父。嗯，请师父慈悲为这位法师看图腾，法师自己的孽障自己背。让他坐吧，让法师坐吧。对不起。嗯，你等等等等，他身上有东西，已经有东西在上面了。好，起来吧，好吗？啊，台长在这里，知道了啊。你让他拜，你让他拜。嗯，他身上来了，身上东西，他的灵性在身上。师父，这位法师是1956年出生的属猴，从十几岁开始他就一直被一个灵性反复的折磨。看见吗？在十几岁的时候呢？听到了吗？师父讲的对不对啊？对，师父讲的非常对。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大病了好几年，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出的家，出家了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，27年左右的时间。然后三十多年的时间了，这个出家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，他其实做过很多法事跟超度，但是直到目前为止，这位灵性仍然对他可以任意的打骂或者是掐，甚至强迫做夫妻之事，威胁他是说要来报仇索命，是说要让他下地狱，是的。那这位师法师是非常的，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并不是说出家了你的业全部消掉了，出家了只是给自己更深的戒律，让自己一定要更好的能够消业障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就是告诉你，现在他身上这个灵性很厉害的，非常厉害，要他的命的，明白吗？而且是他前几世的一个情人索他的命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56年属猴。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他不会放过他，他要，除非他要念很多小房子，而且就是小房子念完了，他也不一定走。一定要有一个人给他做担保一样，用现在的话讲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他听明白了。师父，这位灵性现在控制的这个法师，就是其实他连庙里的功课都没有办法做了。他8月份开始接触心灵法门，其实有念小房子，但是这个过程中的障碍非常的大。对。但是现在法师他不要，那个灵性不要，要他命。是是。他会跟他讲的，
是。现在只有求观世音菩萨，他要自己许大愿，许大愿之后呢，然后呢，要小房子可能要许个很大的，不管他要不要，叫他一定要讲，这个数字一定要讲出来，这个要饶他一命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一定要想办法帮他超度。他做了法师之后呢，他自己呢可能也是做了很多灵山法会啊，就是那个叫是那个水陆法会，是水陆法会呢，经常容易招惹更多的灵性，他受不起的，明白吗？他受不起的，所以这个灵性现在呢，也其实现在在他身上，他已经很客气了。他看见师父特别客气，所以不会搞他的，现在不会搞他。感恩师父，请师父慈悲。你跟他讲，那个灵性在他身上有时候发出的声音，跟他的声线、声音啊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要好好的修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业障还掉。第一要跟观世音菩萨许大愿，第二要自己要发愿，我要念多少小房子给他，求其他的同修也帮帮这位法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就是到底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法师说他听师父的安排。其实第一波要的也不多，420张。第一波420张。看看他能不能走掉，好吗？因为我看着这个法师，这个身上这个灵性是一个男的，一直在他身上跳来跳去，所以他的头很痛。是，他头非常疼。然后呢，经常的控制他的意识。对，而且有时候还要让他自己打他，打自己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懂得。是的。就是你自己要还他的债。刚刚是我，刚刚观音菩萨，刚刚卢台长师傅，我是不是在操中我的你是不是为病出的家？我是想这个惭愧，有些不懂事烦，有些烦恼。我现在我也懂了一些，在修那个心灵法门的你，我就不是完全懂，也懂得一些。听他这前头经门的学友讲的，我听了一些。他已经很客气了。自从你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啊，他已经来了少很多了，过去整天在你身上。现在也还蛮轻，多数也是寝室中，有些在我这个肚子高头，半夜还压的。对。总是腰里面蛮很蛮很。我就是，我那叫，靠观音菩萨，靠师傅的。慈悲，多多的指点，我自己惭愧，我忏悔我自己的过恶，我是往前朝你这生前生我不记得，这生我冒出家烟草的罪我也记得，出了家犯的罪犯的少的点也有我自己心里清明白了。我是自己心里真的现在这样惭愧自己的，超级过我，对不起。知道了。我在看着放生，还有些啥别的。你们看他现在讲话比刚刚就顺利一点了嘛？啊。你知道师父刚刚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了一下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。好啦。你要好好的修心，好好的正心正念，不要乱接触更多不好的，
现在我告诉你，菩萨告诉我，你过去接触了一些并不是太好的事情。嗯嗯嗯。你要好好忏悔。嗯嗯。好吗？嗯，好。嗯。有救的，没问题，好吧？哦，这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好的。感恩龙天护法、十方诸佛。看见了吗？讲话顺溜了吧？感恩所来的一些学友。看见脸，看见了吗？啊。变了吧？嗯。看见了吗？你让他讲没关系的。嗯。放生多，几多生？放生放两万条鱼，慢慢放，哦、好吧？哦、啊，好。菩萨已经慈悲你了啊、哦哦！好好感应观世音菩萨。靠菩萨也靠师父的慈悲的指教。我想着我自己，要让我自己忏悔，我自己忏，我自己念，我的念是自己背的嘞。我这还是。停不下来了，现在。好好的，好吧。你要记住啊，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离开，所以你有时候话少一点，好好的念经，好吗？啊、哦，给你加持过了啊、好吗？哦，我只要能够你能给我念的，我只尽量的，我坚持的念。好。好吧，找你们的佛友也帮帮忙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是宋姐要用我那你那帮手经我念的，没得那个帮助。帮忙的没得那个我帮助，我没得那个没接到那个软粉。好啦，给他一条，给他现在暂时先让他舒服一点吧，你现在先离开他吧。好吧，不要折磨他了，给师父啊，给台长一点面子啦，好吗？离开他，让他舒服一点啦，好吧？啊，他一定会念小房子给你的啊、哦嗯。我自己，我也放软，只要经过好我，我是。看见了吗？我都普都有软的这众生，例如我也放生，我要放。虽然你记得手怎么样啊？大家看见了吗？好啦，先扶他下去吧啊、哦！420张。感恩师父。他现在开心了啊、哦！扶扶他，扶扶他，扶扶他，